太漂亮了，哎，一会儿大姐回来看见你这衣裳，我都不知道她会怎么样。哎呦，哎，你说大姐大姐夫的这点儿怎么还不回来呢？你说着啥急呀？又不是咱俩结婚纪念日。还真是的，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。我说谁是太监呢？我是太监呢。娘娘您请。哎呀，哎媳妇儿，哎，你说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我大姐夫给大姐能买点什么呢？我觉着吧，最起码得给我大姐弄身像样的衣服吧。他吓我一跳！我的妈呀，他能像我一样给你买2000块钱的衣服？哎呀，快拉倒吧！哎，一会儿啊，肯定是这个场景，我媳妇儿穿着漂亮的裙子往这儿一站，光鲜亮丽；我大姐往这儿一站，那肯定是破破烂烂。我往我媳妇身边一站，那只是趾高气扬。我大姐夫往这儿一站，那哭个稀烂。哎，让我们共同期待吧。钱瑞发，哎，你小子挺阴呐。我怎么的了？你给我花2000块钱买件衣服，合计是变相的挤兑我大姐夫呢，是不？你看你这话我就不爱听。我是那样人吗？街坊邻居们，我是这样人吗？我就是这么想的。哎，媳妇儿，来，哎，把这花拿上。干啥？这给大姐？我给你照个相，你看看你多漂亮。我回来啦。等会儿，哎呦，我看看，哎呦，真是亮瞎了我的双眼。哎，来，站一块，哎，这姐俩往这一站，那是这个游戏啊，大家来找茬。哎，我找着茬了啊，看见没有，我媳妇儿这是花儿，我大姐爆米花儿。哎，我媳妇儿这是看的，我大姐这是吃的。大姐你赢了，你实惠，实惠吧？哎，这裙子啊，你大姐夫买的，哎呦，2000块。哎呦，我没想到我大姐夫这，哎，吐血了，这回是什么吐血呀？啊，对他来说呀，啊，那叫放血。呵，大姐夫说了啊，生活要踏实啊，浪漫要真实，过日子就要像我的身材一样。哦，经济实惠有品位，敦实丰满有内涵。看见了吗，钱顺发？哎，我大姐夫正儿八经的时候比你大方多了。打乱了我的计划吗？这不是，我回来了。看见了吗？有钱。行，大姐夫啊啊，还真是，我这回真是小看你了。那，哎，我的人生格言是啊，2000，不愿意为老婆花钱的男人，啊，不是好物业。哟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这都是。哎，2000块钱都敢往大姐身上拍，你真行，我说你。哎呦，亮瞎了我的双眼。来，你们姐俩往起一站啊，那就是一个游戏的名称啊，大家来找茬。嗯，天天爱消除。没了。哎，大姐夫真好看。哎，姐是不是对门商场买的？对呀，啊，你那也是吧？那当然是了，2000块钱啊。你这一开始卖2000，后来我跟他说，别使，你走、啊，什么呀，这是这么多的，做饭去，做饭啊，这结婚纪念日，你不得做点好事？你放心，你看我都买好了，媳妇儿，我做饭去了啊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不用，你今天呀，啥也别干啊，你就歇着，你的任务就是吃好喝好玩好，穿着衣服显摆好。我的人生格言是，不让老婆干活的男人才是好物业。
行了，老婆，我送饭去了啊。哎，这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哎、啊，大姐夫，哎，你这一进门这两句格言，可以在咱们家门口贴个对联，怎么呢？上联是，舍得给媳妇儿花钱的男人，那才是个好物业啊。下联是，不舍得让媳妇儿干活的男人，那才是个好物业。嗯，横批，你永远都是个物业。这家伙，行了，我做饭去了。哎，我去吧。我用，我去，我去，我用，我去。你去吧。我了个去！我去什么？我去，我不会。我就知道你光说不干。哎，我大姐夫这回可真是让我刮目相啊！肃然起，哎，肃然起呀、啊，我说，哎。一个吃大葱都舍不得蘸酱的人，今天居然买酱。哎，一个两块钱哎都舍不得坐公交车的人，今天居然打的回来了，我受不了这个。其实啊，我不想让他给我买这么贵的裙子啊，可我跟他说呀，他就是不听。哎呦呦，哎，哎呦，这嘴哎哎，嘴上这么说，心里美着呢，这真没意思，你这人。大姐，嗯。你这裙子确定是我大姐夫在商场给你买的吗？是啊。啊、哦，钱师傅，哎，陪我大姐聊着，我看大姐夫做什么好吃的了。嗨、哦，你啊、嗯，大姐夫，哎，问你个事儿啊。你说，我大姐那衣服是你从商场买的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我咱们对面商城买的。花多少钱呢？2000。嗯，我就知道瞒不过你。我跟你说，原价2000，人家商城打折，最后砍到1800。你大姐不让跟你说，这不是怕妹夫看不起咱们吗？啊！你再想想，花多少钱买的？1750。再使劲想想，花多少钱买的？1725。大姐，我大姐好骗。我可不好骗，我曾经卖过服装，知道吗？一看那衣服就不是2000块钱的呀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是2000，是1725。25还差不多吧？啥25？25你扣子你都买不了。大姐夫，你这样做就不对了啊！我大姐多实惠啊，你跟她说啥她就信啥。那衣服一看就是地摊货，你怎么还骗她是牌子呢？你说都万一出去跟人显摆去，完到时候让你识破了，多磕碜呢！哎，啥地摊货呀、啊？这商城买的，怎么地摊货呢？你这瞎说！嘿，以前挺实在，你现在怎么的了？我咋了我呀？别，怎么了这是啊，二米粒儿啊？今天是大姐夫和大姐的结婚忌日。什么忌日？纪念日。别瞎！哎呀，说错了不行啊！纪念日，大喜的日子干嘛呀？对呀、啊，怎么了，二米？没事，没事。大姐夫啊，自己先聊点数啊。走，大姐。哎，不是，二米粒，你等会儿。干啥呀？你大姐夫就不能揉沙子？你啥意思啊？啥玩意儿？啥意思呀、啊，赵刚子呀？你想说啥？你说。我本来不想在我大姐面前揭穿你。还来劲儿了，给你留点脸。咋的了这是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你这衣服有问题，地摊货。啊，我这衣服地摊货，你开啥玩笑呢？地摊，这要是地摊货，你那也是地摊货。哎哎哎，怎么说话呢你？我什么身份呢？我买地摊货，我这商场买的2000块钱，一分都没少。再说。搞活动，商场1800，一分都没少。看着我说，1750，怎么的？看着我眼睛说。那行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1725，再讲人就不降了。后来送了我2双袜子。哎，你等会儿啊，咋回事？咋送你袜子？咋没送我袜子呢？那你得谈呢，你得会谈呢。我叱咤商海这么多年，2双袜子我搞不定，我还叫大企业家呀？那不行，我得找他要袜子，欠我2双袜子，我还要个裤头呢。你也打着。行了，别去了，哪有回头找呢？不磕碜。不是要东西，得证明咱这是商城买的。我姐，你让他去，你让他去。我看人商场里边人搭理他不？压根就不是在那儿买的裤头袜子，人傻呀？哎呀，行了，老婆，不管是真的假的，我不在乎。我在乎啊！行了行了，我姐既然不在乎，那我也无所谓了。假的穿着玩儿啊！哎呀，二米，这衣服真是你大姐夫在商场买的，我跟他一块儿去看的，我还试了呢，没我的号。你大姐夫前天特意请假给我买的，我证明。啊！
买那天你没去啊？明白了。明白啥呀你啊？就是你上商场先溜达一圈，然后走到地摊看到一模一样的给我姐买了，就这么简单吗？哎，哎呦，等会儿我看看，等会儿。哎呀，哎呦，大姐夫，哎呦，你高啊，就是，实在是高啊。啥呀？这事你应该早点跟我商量商量啊，咱俩一块儿，哎，到地摊上买大姐这样的多便宜啊！你给我闭嘴。大姐，就这质量你看不出来吗？啊，你摸摸，我这个厚，你那个薄。你等会儿，我看看。你这个是厚啊？那，你厚你管啥用啊？你厚你还刮肉呢。我们这个薄，我们凉快，怎么的？我们还显得瘦呢。你这就是地摊货，我们这是……哎，别逮谁咬谁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这身份，我买的就是商场的，2000块钱。你买商场的，谁证明你买商场的呀？你有发票吗？我怎么没有发票？老公，我发票我拿来让你看看。发票我拿过来。什么发？算了，1725，拿发票，拿发票，拿出来，拿发票。我有发票，那1725是这发票吗？你就惹事儿吧，拿来，你就惹事儿吧，你就，哎呀，哎呀，看见了吗？发票。1560，1560，1500，咋变1560了呢？不是，人家那个这个牌子它打折，我三寸不烂之舌，1560谈下来的。钱顺风，哎，你行啊？啊，1500给我报2000，是不是？你跟我回家的啊？行了，点收拾你。我跟你说，啥也别说了啊。看明白了吧？你这是1560的东西，我们是1725。媳妇儿，发票，发票，我不是给你了吗？发票，你给。行了，别演，别演了！哎呦，我的天呀！哎呀，要演地摊上还能开发票？地摊上你们咋这样呢？你们，你说你们怎么这样呢？你们怎么不信人呢？你们就是地摊上的。你们这么着，我跟你说，这样，你跟着我，你去商城。那卖衣服的小伙子还认识我呢，这干什么玩意儿？走回去。怎么了这是？哎呦，大姐夫，你大姐夫买的那裙子，它就是真的。哎呀，我的大姐呀，你行不行啊？这时候还替他扛？那件让我给退了，我这条是在地摊上花100块钱买的。啊？这，你给退了？你为啥给退了呀？老公，你听我说，这么些年你从来不舍得给自己买件像样的衣服，整天穿着工作服，你每天省吃俭用的，白天黑夜的拼命为咱这家挣钱，我看见你出门连出租车都不舍得打，我心疼。你说老婆，我要攒钱，要给你和孩子买个房子，买个属于咱们自己的房子，哪怕再小，也是咱自己的窝。老公，听了你这句话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暖和吗？穿不穿名牌不要紧，只要你有这份心，我就觉得咱们每天的日子过得可甜了。老公，我穿这裙子不好看吗？好看，在我心目中你永远是最好看的。老公，把那裙子退了吧，我想跟我大姐买一样的。为啥呀？她那薄显瘦。哎，你等会儿。这事儿，哎呀，注意点影响。你说吧。
大姐夫，嗯，我刚才听你说怎么着？嗯，你要买房子，嗯，买房子你可得好好看看去啊。都看好了，真的，小户型啊，首付25万，嘿，我攒的差不多了。哎，行了，我必须支持你，还差多少？还差20万，自己慢慢攒吧你。老公，哎，我对你有信心，对以后咱家的生活有信心。太好了，媳妇儿，嗯，啊，我请你看电影去。看啥呀？《青蛙总动员》。什么破电影啊！我带你去。